胖丫，给我拿一瓶小香槟。好嘞，给20。我去，你这黑店吧，一瓶小香槟你卖20，人家才卖3块啊！还买不买？我今天心情不好，20。哎呀，你要是能好好卖的话，我买；你不好好卖，我走了啊！你买就是20，不买走，烦死了。好，我买，我买，给，不用找了。走了。哎，你老要什么呀？哎，二狗子，枪在哪儿呢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不用找了吗？啊？他给我了吗？就不用找了。胖丫，给我拿一盒烟糖。哎，这张枪这不是假的吗？这小子又来套路我，我得好好治治他。来，烟糖一盒10块啊，找你钱。给你啊！你这管他呢，我又不吃亏。那我走了啊！嘿，我还治不了你，想套路我？你们说我是不是个大聪明呀？小鬼，你钱不够还装大方，一次还要两瓶饮料，这咋办呀？我妈就给我2块钱，这差5毛她也不卖我呀。哎，胖丫，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写个字，你要是认识的话，我回家再给你取2块去；你要是不认识的话，这饮料你就2块钱卖给我吧，你看行不？你个小屁孩，你还考我？我上大学的时候，你还穿着开裆裤、不知羞耻的满街溜达呢！哈哈哈哈哈！笔墨伺候，只有笔没有墨，没有墨是吧？张嘴，嘚儿，你来，胖丫，看这是什么字？哈哈哈哈！什么上大学还穿开裆裤呢？给你2块，我走了。哎，2块就2块吧。你倒教我一下，这是什么字儿啊？胖丫，哇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呀，口字加笔画变心字，每答对一个呢，奖励一颗大龙珠；如果答错一个呢，前面龙珠就都没有了。你玩不玩？这不太简单了吗？阴、日、田、油，哎呀，最后一个字。我答错了吗？你那写的是个字吗？还答对了没有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输不起吧？大家说这个字念什么字？告诉胖丫。出现了以后也就没什么价值了，我得好好利用一下。哎，有了，胖丫。哎，二狗子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这是个什么？这什么呀？你，我好心找你玩泡泡胶，你竟然给我弄坏了，你赔钱。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不是故意的就不赔了吗？我不管，赶紧赔我。我，可是我没钱呀、啊。那我看看你有钱没有？这不是钱吗？1毛钱不是钱吗？你怎么还能抢呢？这钱是我妈给我，让我给我奶奶买好吃的的。那我不管，弄坏别人东西赔钱天经地义。走，那我回去，回去，走，回去做个交代。哼，弄坏我东西还不小赔？我是那么好欺负的吗？哼，胖丫啊，给我拿瓶健力宝。你这1毛钱喝什么健力宝呀？那我走。哎，回来，我给你做一个不就完了？快点，渴死我了。你着什么急呀？给你加点橘子粉。我这不是渴吗？着急。给。哇，这么快就好了。好喝倒是好喝，不过这个味道怎么怪怪的呀？你能不能一次性说完？你烦死了！你到底要什么呀？那我别的不要了，你就给我拿一盒钻石糖吧。钻石糖。钻石糖15，给你，再来5块。5块是吧？哎，胖丫，听说你智商250，特别聪明啊。对呀、啊，这十里八村谁不知道呀？哦，那我问你个问题，如果你要是能答对了呢，我就多给你5块；如果你要是答错了呢，这5块我就不给你了。哼，你问吧，还有我答不上来的问题？250智商，我不是白当的。那你听好了，1分钟是不是等于60秒？是啊。那2分钟是不是等于1分20秒？那还用问吗？傻
明白。哎，我答错了你就走？哎，你们说两分钟不是等于一分二十秒吗？这小年手玩腻了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哎，有了，这胖丫让我看店，我也不知道东西卖多少钱呢，这简直就是为难人嘛。二狗子，帮胖丫看店了，来给我拿个小年手。小年手是吧？不过这小年手卖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呀。我知道，你先把小年手给我。哦，给。要不你给我拿个小香槟吧。小香槟是吧？你等一下，我给你拿啊。二狗子，别人家的小年手都那么大，你这卖的什么玩意儿啊？什么什么玩意儿？我看看。哎呦，这个好像真的好小。嗯，我知道这个肯定有问题，要不我给你换一个吧。换个锤子，我不买了，走了。哎，是啊，为什么一个大一个小呢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说。胖丫，你看这是个什么字？如果你能认识的话，这本是你的；如果你要是不认识的话，这个龙珠是我的。啊，倒也行，新华字典我倒背如流，难不住我。来，我看看，这不是四点水吗？这么简单，他这样问我，我可得想想回答。别嘟嘟囔囔了，你就直接说什么字？水，我确定，肯定是水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确定吗？确定。这龙珠是我的了，我走了。难道这个字不念水吗？哎，你们有人认识这念什么吗？别光看，进来告诉我。哎呀，吃个饺子辣条吧。哎呀，哎，你在吃什么好吃的？给我吃一口呗。小时候呢，我这好吃的不是拿钱买的呀，想吃你自己掏钱。胖丫，你看我那个手里有什么？啊，你在套路我吧？看看，啥也没有啊。光逗我玩，又准备出啥幺蛾子？这都不会看，你重看啊。你看，我再看啥也没有吧？你到底让我看什么呀？看不让我看，我懂吗？哎，不知道你想出啥幺蛾子？只要我不轻举妄动，他就拿我没办法。你们说对不？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哎呀，你们在玩什么呢？我也要玩。我们在玩反应能力大挑战，只要你反应能力够快，你就能吃到薯片。哦，反应能力挑战，我的反应能力可快了，不信来，我挑战。你知道游戏规则不？知道。那就开始了啊！准备，一、哎，我还没数到三呢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反应太快了，咱们重来。这次你要认真点啊！这次你要挑战成功的话，可是要奖励这颗大龙珠的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哎，我就说我的反应能力够快吧，这奖品是我的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哼，我也行。这二狗子，哎，你们说他这算挑战成功了吗？这胖丫一天就知道乱跑，还开小卖部呢，要抽个龙珠还等他这么半天。哎。有了，把他的奖票改一下，抽不到一号誓不罢休。九，这个改成169。二狗子，哎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我都等你半天了，我抽龙珠。来，给，不好意思啊。一号。你这什么玩意儿？怎么还抽个119号呢？你放，一共才110号，怎么会有119号呢？啊，还真是哦。要不然，你再抽一张吧。你整的这什么玩意儿？里面有没有一号啊？一号。怎么又是个169啊？啥？169？我去，还真是。哎呀，算了，你再抽一张吧。这把奖票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一号，哇，中了一号！这回要再抽出那100多号来，我都让你退钱了，给我兑奖啊！一号，哎呦，好，我给你兑，给你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好嘞。哎呀，我就奇了怪了，这龙珠奖票最大110号，他怎么能抽出这么大的号来呢？